大家好，我是Húdié的。大家好，我是全职高手巅峰荣耀导演邓紫薇。大家好，我是全职高手巅峰荣耀导演Shijuansheng。看本就是尤其我们最后那一站真的是特别燃，半个小时的时长。这场戏确实，它从就制作上来说，难度确实是最高的一场戏。其实都能够在这些很多的一些人物身上都能找到很多青春的一些感动点。做真英雄要付出的远比你想象的多。大家好，我是在全职大电影中为叶修配音的阿杰。我决定了，现在就签名。大家好，我是副队长吴雪峰，配音演员夏磊。自制武器不一定是最强的，但最强的一定是自制的。大家好，我是苏木秋的配音演员边疆。我是李新一，也是陪你走过的演唱者。谢谢。还有谁在思念谁，陪你走过人。这部电影它在制作还有一些战斗的场景的制作呢都是非常的好的，无论是在场景的搭建上，还有声优的配音上，对于角色的塑造上都是非常的棒的。国产动画最优秀的 CG 效果，华丽的词藻我也说不出来，我只能说太爽了，非常爽，对，非常的燃，然后让我有一种就是看完一遍想二刷的冲动。这是一部你永远错过都永远会有遗憾的一部电影。我觉得这个电影不只是粉丝向的电影，就圆了大家就是小说党的一个梦。电竞我们中国的青年他们也在努力的去把这个运动发展得更好。朋友你听过荣耀吗？如果没有，8月16好，8月16一起走进电影院，希望各位能有机会来到电影院来一刷二刷三刷哟。荣耀永不散场。喜悦是如此的珍贵，青涩有糖的滋味。